熟悉的旋律改编成韩式吃饱歌曲，艺人浩子和阿翔响应仁安基金会韩式吃饱三十活动，担任爱心大使，除了展现歌喉，更为韩式献上年菜佳肴。今年60岁的阿星因为车祸脑出血，留下无法根治的后遗症，在医院花光了积蓄，家人不愿照顾便流落街头，在仁安基金会平安站协助下慢慢恢复体力。而出道时曾经走过人生低潮的浩子与阿翔也深刻体会，希望呼吁社会大众共享盛举，为韩式守住新年的第一餐。它这些东西都只要隔水加热或是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食用，那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也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像这个樱花虾米糕，隔水加热就可以吃到我们传统的点心米糕了。从通常版的来讲的话，米糕是非常重要的主食。对哦，你前面吃一些什么，比如说也有北菜肉嘛，有北菜肉，北菜肉底下黄金白菜卤，黄金白菜卤，北菜肉啊，白菜卤通常都是吃在前面嘛。对对对。到差不多第五到第六道的时候，米糕上来就要搅吧，搅吧。米糕我们都一定有准备的。哦，让这些韩式们好处理这样。哎，你看过年总是要吃个卤猪脚吧？哦，这地方赞，赞的，这赞的。好像要让自己有更加有富贵的感觉。贵运呐，贵运来拜礼啊，愈来愈好啊。哦，还有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哎，年年有进鱼，有肉有鱼。对，大家呢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团圆，妈妈总是会有一条鱼，玉尾鱼。她说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年年有余。那这些韩式们也需要，是啊，我们也准备好了。哎，来，还有五福嫩骨包，还有那是煲汤啊。对对对对。啊，煲汤啊，哦啊，这个天气这么寒冷，尤其是你看这两个礼拜有没有超冷的，能够脚休息啊，那熊赞啊，喝个热汤晚上很好睡。对对对对，舒服。哎呦，还有这个肉松，肉松可以保存很久啊。对，一直保存着，而且这个封口袋也是非常的贴心，然后大一点还可以保留着。对对对，未来还可以继续食用。没错没错。啊，你两位煲起来真配，人参糯米鸡。哦，这熊赞。太好啦，嘿啦，有惊喜。对，你看，我们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提袋，红色喜气的提袋，是把这年礼，这年礼600块，让这些韩式哦可以让你搅巴巴，这样。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要给韩式来一个热乎乎的尾牙啦，对呀、因为最近天气这么冷，它有一些它比较清寒的，或者有些是单亲妈妈还带着小孩，在这样子的天气，它可能没有一顿温饱，所以浩小祥你要跳出来呼吁大家，我们今年的业绩值有达到40%而已。对对对。对，尤其是到这个岁末年终啊，各个大企业啦，哦，都在办这些尾牙。对哦。那这些辛苦的韩式朋友们，他们也想要就是啊，吃一顿好吃。对啊，对啊。那在岁末年终，大家有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帮忙。这今天的主题非常简单，红包500块。500块。那年礼大家看到这个七样菜哦，600块。对。啊，让这些辛苦的这些韩式朋友们哦啊，可以吃的一顿温饱，这样呼吁大家。可以认领一个红包，也可以认领10个或100个红包，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都欢迎。对，有一些人他在受苦，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街头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其实他是在外面的，然后吹着寒风，他甚至要在外面这样过了一整个晚上，而且是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每天在看到的时候，我们受到刺激，觉得我们该跳出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帮他们送上暖暖的年菜也好，送上一个爱心的红包，这样让他可以吃得温暖，也可以拿得很暖心。今年的冬天非常的冷，然后没关系，有我们，有红包500块，还有年礼600块，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段话给大家不见得是一定给韩式，我想韩式也受用，也许还有很多朋友也受用。就说你人在低潮的时候呢，你每走一步都在往上坡走，所以都不用害怕，大家都在帮助着你们这样。我们这次是第33届的韩式吃饱30活动，那这个活动到今年是第3年是用送礼到家的方式来做服务。那其实我们在疫情的这段时间，社会经济上其实是大家比较紧绷的，那我们在募款的过程其实也是很紧张的。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基金会只有募到40%的费用，那其实距离我们活动开始大概只剩下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其实是希望说可以获得大家的肯定跟支持。这次活动会请到浩角响起他们这个团体来，其实是之前我们也有看过一些他的新闻，其实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曾经有过比较
不是那么红的状况，对，所以在一刚开始出道的时间点，他们也遇到可能甚至房租缴不出来的情形。那其实在我们自己服务的对象里面，很多都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他们很坚持，很努力继续下去。我们也希望透过他们的呼吁，也来鼓励我们的韩式，就是不要放弃。然后对于他们自己，即使遇到现在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都愿意拉他一把，我们把手伸出来，也希望他们把手伸出来，可以一起走下去。那这一份在韩式吃饱三十这个活动的这个年礼跟红包，其实它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希望说能够让他们觉得在这个最寒冷的季节，但是社会上并没有忘记他们，然后大家也还是持续有这样子的温暖跟关怀，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力量，然后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们在今年啊，是一整年下来都走得蛮辛苦的，对，所以真的也蛮需要就是社会的支持跟肯定，对，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在明年在年初要发送之前能够达标。韩式吃饱三十尾牙活动因疫情由半桌共餐改为一一亲送年礼到服务个案手上，基金会期盼各界用行动支持，认捐年礼经费与红包，帮助弱势过好年，让温情满人间。红包500祝韩式，年礼600过好年。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